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，不是所有的三角蟹都是肥的，而三角蟹也分很多种，其中呢，这个三角蟹叫做白三角蟹，这个叫黑三角蟹，而这两个三角蟹里面呢，黑三角是属于最肥的，特别特别肥，这个白三角就不行。然后咱们呢，给它掰开验证一下，到底肥瘦如何。先掰个白的，看一下品质。这就是白三角的一个品相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黑三角的品相。看这肥满度，然后放在一块儿，就是黑三角的肥满度。看它这杆，但这个你看，这是空空的，空空的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我再看这个盖，这个白三角叫白叉奇蟹，这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，而这里面看它这盖里面都是膏，看特别好。所以说大家在购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是所有的三角蟹也就是叉奇蟹都是肥满度最好的。